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Song 的雨婷。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报告的提案的是 G0V 的 Podcast。那 G0V 的 Podcast 是为了让许多不熟悉 G0V 社群的朋友，透过这个节目的成立，让大家有一个管道去认识G0V 的大家们。那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目前看到这个 G0V 临时电台的 podcast 共笔，它现在就是非常长一串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整理成bookmob，让未来想要参与G0V podcast 专案的朋友可以一起更清楚地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料。然后，因为目前我们希望这 podcast 可以让更多社群的朋友一起参与，所以我们前阵子也有开启了一个就是 open podcast 的计划，就是邀请如果你对录制 Podcast 有任何的兴趣，就是可以跟 G0V 的 Podcast 的主题有相关的，都可以来申请。然后 JoSong 这边就是会提供器材和制作的人力这样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另外想跟大家讨论的是，目前 JoSong 已经规划了10集的节目，那目前还有3集还在持续的讨论中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参与节目规划讨论的话，也可以在今天加入 G0V Podcast 的提案团队，讨论，OK，谢谢大家。